弄到这儿，曹管家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大少奶奶，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了，你下去吧。曹管家，不好了，大少爷押运的棚杀出事了，你赶紧去大老夫人那儿吧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 是，这硼砂的事情，交给你那个男人办，一定办不好。老夫人，硼砂没了。硼砂怎么会没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硼砂船突然起了大火，吴掌柜受伤严重，至今还在昏迷当中。当时。 二少爷跟二少奶奶也突然出现，二少奶奶为了救人跳入河中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那二少爷呢？二少爷当时为了追二少奶奶，骑上马就走了，也不知去向。你怎么不劝着点二少爷呀？劝了，可是死活也劝不住。老夫人已经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夫人。 姑娘，你醒了。这是哪里呀？这里是孤山镇呐。孤山镇。
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在河边看见您的时候，你浑身是伤，我就请村民帮忙把你抬回来了。河边？你是谁家的姑娘啊？家里人现在肯定找你都找疯了，要不我替你去报个信儿。 要是不想说，我不逼你。唉，女人呐，就是命苦。你先在我这儿安顿下来，以前伤心的事儿就别去想了。来，先喝口水吧。 先吃了，休息一会儿。老曹，庆全和金子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我已经加派人手。 去找他们去了。宝峰的情况怎么样？吴宝峰啊，他伤得很严重，现在还在休息。那庆才呢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 倒是回来过，不过收拾包袱又跑了。这个混账！你给我派人到九楼妓院赌场 A 金子，今天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婶儿，这两天麻烦你照顾我了。哎，哪儿的话呀！我平日里本来就是一个人，你来了还可以陪我说说话，我高兴着呢。嗯，婶儿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。行啊，你想打听谁？这个人姓邱，50来岁，中等身材，长相有点尖。哟。 这样的人多着呢，他是你什么人呢？我一个远房亲戚，很久没见着了。那天你把我救上来的时候，我好像看见他了。哦，他姓邱是吧？嗯，那我上街卖螃蟹的时候帮你打听打听。谢谢婶儿。客气啥？
明白了，他为啥要放火呀？是啊，老大，这硼砂没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啊，说你猜，说你猜，连这个都想不明白。他吴宝峰一定是想陷害我。硼砂没了，现在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没见我娘在满大街的派人抓我呀？可是，就算这火真是他放的，咱也没证据啊。是啊。这事我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曾庆才可吃不下这种哑巴亏，我得去找证据，证明我是清白的。好，老大，支持你。老大，我也支持你。我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都支持我。仗义，君子，婶回来了。哎，哎，君子。你在这儿待着，真的不用通知你家人。要是他们找到了孤山镇来，不知道你在我这儿，错过了怎么办？啊，婶儿，啊，要不您帮我准备一些东西吧。什么东西啊？纸跟竹子就行了。你醒了，快，来喝药。金子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究竟有什么好，让你们所有人都关心他？二哥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，我到底哪儿比不过他了？为了他，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却抵不上他一句话。算了，宝峰哥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我想回上海继续念书。怎么突然想回去了？前些日子不是死活不要回去吗？你就别问这么多了。你突然要回上海，是因为……
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本来不想来，后来想想，还是和你说一声吧。我要回上海了。哦。明天就启程。 回上海继续念书。嗯。我说过，不再缠着你了。我走了，你很高兴吧？哟，两位大爷来了。吴先生到了吗？吴先生早已等候多时了。好。 别走，伯伯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别走。 大小姐，你看，我在这儿约人谈点事儿，要不你先回去。什么事儿啊？府上的生意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。 真不是时候。看徐先生刚才的表现，我以为你把金子小姐忘了。不该忘的，不会忘。同时，我也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之间的计划。好，徐先生，这次硼砂的事情，你做得很漂亮。 下一步吧。下一步就该我出马了。到时，于先生可要把戏演全了。这个好说。不过我提醒你，把曾府搞垮以后，我要的东西一定要给我。 当然。卖螃蟹嘞！看看螃蟹，新鲜的螃蟹。卖螃蟹嘞！新鲜的螃蟹，来看看吧。卖螃蟹嘞！新鲜的螃蟹，看看螃蟹嘞！新鲜的螃蟹，卖螃蟹嘞！ 兄弟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见没见过这么高的一女孩，留这么长的头发，穿一件蓝颜色的衣服？没有没有，我没看见。金子。
螃蟹吧，新鲜的螃蟹。先生买点螃蟹。卖螃蟹嘞，去买螃蟹。是个有钱人呐，干什么呢？没事，小爷就想跟你借两个钱花。我没有钱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就这么多天了，为什么不回家？我被救上来的时候，迷迷糊糊看见了老邱。老邱？他在这儿？他应该就在这个镇上。我一直在打探他的行踪。那我们明天一起去找。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你那天不顾一切地跳到水里去救徐玉良，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担心吗？那玉良哥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被人救起来送回家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。想再这样下去了。
所有事情结束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好。等所有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一定不会放你走。在一起是命中注定的。从当初我们心有灵犀的在土匪窝里扔出同样的点数，到现在又让我心有灵犀的找到你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。如果再投一次的话，一定会是同样的点数。所有事情都结束了，我一定投。这怎么跟曾福一模一样啊？是，走。Thank you.
听说镇子旁边的大宅子是您负责修建的，是啊。那您知道那个宅子的主人是谁吗？找我修的人我也不认识，就知道他姓姚，听口音好像是北方的。那大宅子有人住吗？修完之后根本没人住，姓姚的也不经常来，隔个三五年的会让我修修补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行，谢谢您啊，师傅。没事。 这件事情都怪我，是我当时太糊涂了。大少爷非要在船舱里吃火锅，我没拦得住。后来看他兴致很高，我还陪他喝了几杯。再后来我听说船舱起火是因为火锅，我赶快上去救，可是火势太大，我没来得及。老夫人，这次押运硼砂是我没办好，辜负了您的嘱托。我这个总账房实在是没脸坐下去了，请您责罚。 亲家，那天晚上的事情是这样的吗？那天我没住在船上，当我赶到的时候，那火已经着起来了。我就看见吴掌柜在那儿救火，后来我那女婿也从船舱里逃出来了。 不怪你们，全都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惹出来的。曹管家，庆才找着没有？老夫人，全城大小的酒馆、赌场、妓院都找过了，没有大少爷。给我接着找。老夫人，事到如今，就算是找到了大少爷，那也是于事无补。现在我们最重要的。 就是怎么才能度过日本人那一关呢？亲家，这些都是您的家务事，我就不便参与了。不过硼砂就这么没了，您看我回去以后怎么跟我手底下那帮兄弟交代？ 其实我们也算是一条船上的人呐，应该同舟共济。是是，这个20,000斤硼砂的货款，是不是可以通融一下，日后再说吧？咱们是亲家，不是我不愿意通融啊。您看我手底下那么多人等着吃饭，所以确实。 您看，亲家，你不用再说了。
你放心，货款我会一分不少的全都给你。宝峰，一会儿带着卞老爷去账上领钱吧。是，老夫人。老夫人，怎么样？账上还剩多少？老夫人，刚才我在账房核算过了，咱们的账上基本没什么钱了。俗话说，破船也有三千钉。你无论如何要把钱给挤出来，给卞天寿送过去。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失信于人。是，不过这样。明天，明天就是约定交货的时间。松本没有见到货，一定会亲自上门的。宝峰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觉得松本是个生意人，他应该不会不讲道理。我想，如果咱们能跟他好好谈谈，希望这件事情能有转机。不过希望不大。那这样吧，明天松本来了，你就说我病了，你去跟他谈吧。一生只为平平淡淡，谁料世事纷纷乱乱，浮沉中与你共患难，一起感受生死冷暖。昨日誓言已成牵绊，命中注定兜兜转转，为你甘愿流离风餐，保我家园，为我河山。爱是什么？我总是要懂得珍惜，离去了不要放弃，如果有来世，找回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一生只为平谁料世事纷纷乱乱，为你甘愿流离风餐，保我家园，为我河山。情是什么？不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不知道一生为你。是找回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爱是什么？我总是要懂得珍惜，离去了不要放弃，纵然境遇两缘若心不在一起，好似相隔万里。
情是什么？不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不知道一生为你。如果有来世，找回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